子女相会的日子。人家相会关我们什么事儿啊？这辈子能与你相遇，我相信冥冥之中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。我不爱你的父母。男人哄女人的套路是不是都一样的呀？不一样啊，你看这辈子能与你相遇，我相信冥冥之中一切都是上天。这个三无冷天地合，才敢有拒绝。还有那个让我们红尘相伴，活得潇潇洒洒。我希望你们男人多点真诚，少一点套路。绝对真诚，我发誓今天所说若有半句谎话，天打雷劈。